那么最近有很多投资朋友他想带箱投靠，说谢老师啊，那么他之前所参加的老师都是买一些真的很奇怪没量没价的股票啊，结果套到现在的情况，他已经变成一个主力作手，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基本上什么股票我在节目当中我就不方便讲，那我只能奉劝各位啦，你今天要想尽办法去下载我们的软体，包括电脑版都是一模一样。我请问大家，我在节目当中3105的一个水稳茂，6488的环球金，我在9月13号我在节目当中我就跟大家做预告，对不对？结果现在既然有投顾老师说他也有稳茂，太可笑了。我在9月13号的时候我就已经预告了稳茂总共涨了5只的一个水涨停板，所以包括618的合金总共涨了13只的涨停板，涨了 1.3 倍。你如果你当时9月1号你办好入会手续，你50万放到合金，到今天已经出来已经115万了。好啊，合金错过了，合金错过了啊，金电够简单吧？金电股本109亿，从4只涨停板到6只涨停板，那3026的和生堂你不敢买3只涨停板，没错吧？好啊，来啊，再解析一点吧。我的软体吼，它除了给你主力心态，让你知道人家主力做手针对这一档股票到底是在做多还放空之外，更重要了，我的软体应该是全宇宙唯一的能给你预测每一档股票明天它的一个所谓多空的防守价，就如同你刚刚所看到的盘前稿都是一模一样，这样子你才不会犯那种追高杀低的毛病。如果你知道今天跳空过日线空方防守价，你今天会跑去放空就一口气涨100多点吗？那笑死人好不好啦？所以这是为什么你要下载我的软体，这最大的特色是全台湾没有这种软体的，所有软体只会在旁边马后炮跟你讲说现在赚几点哦，一档股票赚多少钱，那没有用的，那没有用的啦。来再验证给你看嘛，这档股票叫618合金，合金明天的多帽价，还有合金明天的空帽价，这叫2448金电，这一档股票叫3374的金财，它的多空防守价我写一半给你，另外一半你想要知道的你广告中电话把它拨通。哇，来不及了，还有什么标的？来，这张股票拍水导播撞到，上个礼拜我跟你预告 EPS QOQ 5倍，很多人说老师我知道3019亚光亚洲之光哦 QOQ 50%， 合金 QOQ 4倍，股价涨 1.3 倍，这家公司 QOQ 5倍不是亚光，亚光只有 50% 而已，这家公司5倍。你有啊，上礼拜我跟你预告哦，跟你预告哦，你就不要让他把这个头洗过去，洗过去的时候这个刚开始了，你错过合金13只涨停板，你错过金财不到一个月的时间6只的涨停板，你错过金电股本109亿，这张股票千万不能错过。要怎么得知？广告中的电话把它拨通，自然就会有完整答案。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